昨天开车开了400多公里，来到了西澳大利亚北边杰拉尔顿哈。你看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你看一群小伙伴，我们又出海，一群钓鱼佬啊，这个我们不算钓鱼佬，也是打鱼佬。都到了哈。We'll jump in the water. You guys can have a look. Blah blah blah. But again, remember, we are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Okay, so you stay together. Okay, beautiful. At the back of the boat, there is a ladder to get up on the boat again. Okay, the ladder goes down. You step up on the boat again. If you're coming near the boat, remember the boat's rocking like this. 你看一群打鱼佬。这么早，啊，天都还没亮，我操！打鱼佬，你打鱼佬，这不是钓鱼佬，还是打鱼佬？抓龙虾的。这第一站我们要开过去多久呢？差不多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啊，对，阿布洛霍斯群岛啊，中文叫阿布洛斯群岛。在下。第一站钓鱼，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是往西边开船，然后东边的日出马上要开始了，很漂亮啊！就是有点吵啊，早上的日出啊，已经好多年没有起这么早了，欣赏日出，好漂亮。虽然睡的时间比较短，看着这个日出。活睡都醒了，开了一个小时，日出。船长突然停船了，刚刚有看到金鱼，刚刚还跳起来了，我看能不能拍到。哎呀，这是第二波看到金鱼了，太远了没拍到，在喷水，好大好大一条金鱼，看到没有？喷水的地方，远方。喷水的地方，哇，看到没有？哇，还是两只，还不是一只哈。金鱼游过来了。哎，看见了，好乖好乖。看到没有？游过来了。可以跳，可以跳，可以跳。朝着我们追。哎，游过来了，游过来。漂亮，漂亮。哎呀，追金鱼啊！漂亮，哎呀，哎呀，落水了。这是一只海豹还是海豚啊？这小伙伴疯狂啊！海豹突击队，哎，为了追金鱼，哎呀，又一个落水了。怎么都那么快？哇，这么近！哎呀，你看嘛，为了去拍金鱼，哎呀，我昨晚我，你看，你看，去追金鱼去了。哇，就在我面前两只，哇，好大！
们从杰拉尔顿哈坐船坐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这边，今天是一天的行程啊，一个人大概300澳币就抱着这个船，然后第一站是先钓鱼，刚刚不是看了好多金鱼嘛，下去追了金鱼就没换衣服，钓完鱼以后，然后等一下就去还可以去打鱼。他咬钩的，我们好多小伙伴追金鱼的衣服带没换，就拉下来就把钩给勾进去，钓到鱼没有？刚刚有钓到一些鱼，他们钓了没？钓了一条。这里面。哎呀，就这一条。石斑。五星的鱼，这个也不叫石斑，不是石斑。那吧，这是用的饵，用那个鱿鱼钓。那好吃的鱼都要吃肉，吃素的鱼就不好吃。鱼了。感觉是条大鱼哎！乔治又起了。Come on, come on! It's really deep. No. 没吃早饭。I did. 没有，还没起来啊？哎，这个鱼力气大耶！来了来了。哇，一样的，可以可以。哦，这只更大，好大呀！好大，一样的。哎呀 ，monster！ 啊，这是五星的鱼，不好吃。同一个品种，以前拍了很多视频，都没有给大家分享渔猎的过程，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开始我看到鱼以后。这个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叫朱齿鱼，香港四大名鱼，这个鱼很好吃。然后前面我打了一枪忘录像了，然后这是第二枪，一枪就打到了它的肚子那儿，因为你想一枪打到头的话，实际上难度还是很大的，你只有一枪打到头它才会一枪毙命，像这种打到肚子的话，这个鱼很大，我估计10公斤左右吧。你看吧，它就要一直板，它就要一直蹦，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用那个手把它抵住，然后要把它的鱼鳃给拿住，你拿住鱼鳃以后，就要拔出刀，然后刺穿它的大脑，它就不会动了。但是这个鱼的头骨非常硬，我那把刀已经算是鱼猎刀里面非常好的刀了，前面都快插不进去，后来使劲才插进去，插进去之后，然后花它。把它那个鱼鳃给切开，放血，放血以后保持鱼的新鲜，然后我再把鱼，因为鱼很大嘛，我就把它送过去，送过去。这是那个船员，这是旁边的小伙伴给我拍的，送上来的一个视频。你看它的那个肠子都被打出来了，这条鱼非常大，我估计有10公斤左右吧，10斤左右哈，不是10公斤。然后。打完以后，你要把那个鱼枪的线再捋一下，捋一下之后，然后就拉两个橡皮筋，因为这个水的深度的话，就是大概7-8米吧，最深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小伙伴，我们这次有3个小伙伴带了鱼枪的，然后这个小伙伴他也打了一条跟我差不多大的鱼，我们俩一人一条大鱼，其他要小一点。他在下面，我正好这会儿在休息，然后。好像他没有激发就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在水里面看有鱼没有，然后前面有两个小伙伴，我们这次分工不同，有两个小伙伴是在去抓龙虾，然后我们有两个小伙伴是在任务就是打鱼，在旁边有看一大群鱼的那个叫白毛，那鱼很难吃，在海里面只要是吃草的鱼吃素的鱼都很难吃，一定要吃肉的鱼才好吃。他们俩都是拿了一个捞龙虾的钩子，但是后来告诉我这里的龙虾是属于难度系数非常低的，很多都不用钩子，直接用手就可以抓到，大概深度的话也就5-6米左右吧。我看到我刚刚才打了一条那个大鱼，然后小伙伴正在跟我讲，下面又有一条那个朱齿鱼，在这里我发现了很多条这个朱齿鱼，这个鱼非常好吃，国内的话应该也叫青衣。然后我马上就又潜下去了，
潜下去以后，我就在看，其实周围很多鱼。这海里面的鱼啊，不是每种鱼都好吃，好多鱼都很难吃的，所以说也别乱打，需要时间去积累经验。你熟了以后，你就知道哪些鱼好吃或不好吃。一般那个嘴巴比较大的那种嘟嘟嘴就是很难吃的，吃草的，就像那个鲤鱼那种嘴，一般这种鱼就不好吃。你要是发现那个鱼啊尖尖嘴，然后有很多牙齿的，都是吃肉的鱼，那鱼都好吃。然后这一条也是一枪就打上来了，这条就相对会小一些。然后杀鱼的过程我就没有碰到，看见右边没有，我们小伙伴又拉了一条龙虾上来，他们往上游。然后后面这一段我就省略了一部分，也就是你要先把鱼给杀了，然后把鱼枪取出来，然后要把线整理清楚，然后周而复始再使用鱼枪。你看这个鱼，猪齿鱼，就是因为它的牙齿像猪牙一样很尖很锋利，它咬你一口，它有点像那个斑鸡鱼，它咬到你一口的话肯定会很痛的。而前面你看一大群，这个就是白毛，在海里面非常多，这个鱼就非常难吃。以前我不懂的时候就打过，长得又很大，然后又是一群一群的，他们就是吃草的鱼。然后现在正在把那个鱼枪的枪尖给取出来，也有点费力啊。然后一大群鱼都围着周围，所以说很多人钓鱼，他为什么要用一些小鱼去钓，或者用那个鱿鱼去钓，就是防止这些不好吃的鱼去吃。你看嘛，下面好多鱼，这今天的能见度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地方什么都好，就是坐船太远了，从那个杰拉尔顿坐船到这里要2个小时，太远了。然后这是有一个浮球，浮球就是如果说你打到很大的鱼你拖不动的话，那你就只有把枪给丢了，让浮球去拖，就跟钓鱼一样，等它累了以后再去找它。然后我的浮球上面还套了一个网，就是这种不是特别大的鱼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个鱼先塞到网里面，哎，这样就方便，塞龙虾也可以塞下去。好，然后这就是这一段渔猎的解说，就这里结束了。好，这一段的话是我们那个龙虾组的小伙伴拍的，这下面有很多鱼，你潜下去哪儿有鱼的话，他们就留下标记，就是把那个电筒或者是把那个钩子放在那儿，你忙丢失。这个就是那个白毛很难吃，吃草的鱼就很多，这个鱼啊，这就是一只龙虾。你看这里的龙虾就非常好抓，顺手一把就把它给抓住了，抓到了。但你抓龙虾的话，一定要把手套，又戴那种厚的手套，因为龙虾的头那很多尖刺，很容易扎伤手。这条龙虾也非常大，我估计得至少1到2公斤。好，然后这一段也是小伙伴去洞里面看到龙虾，看一大群一大群的龙虾。那龙虾有的也很聪明，一看到人就要跑，他那个触须看到没有？没有。1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多大的勺子？多1个小时。打了不少鱼，这边鱼货很多嘛，给大家看一下。东哥，你过来拍一下这个鱼。OK， 马上我拍一个这个，看一下。这个大，给大家看一下。东哥，你过来拍一下。那每个人只能带一条，要够尺寸才可以。这里封面的鱼。好。你来切一下，切不动了，都上来了。然后我们还没吃午饭呢，抓了，早上6点钟出发，现在午饭，然后我们分了2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抓龙虾的小组。哇 ，Oh my god！ 巨型龙虾不知道抓了多少只。数
数都没数过，巨型龙虾不知道抓了多少只，爆缸。嗯。哇塞！天哪！这个龙虾真的是那个大鱼太多了。现在开始做鱼。就跟捡龙虾一样，就下去捡一只就上来捡一只。它是几层楼嘛？差不多有多少只？几层楼？Sorry, I drop. Sorry. Yeah.Yep, you can find it. I have tried to find it back. 这边要求你不是上来捕捞的话，上来要把尾巴给剪掉。Thank you. That's the only thing. Oh, I think I got this. 哦，这是巨型的。This is the biggest. Giant. Oh. 要把它剪掉。OK， 我拍过来，拿过来，来看一下最大的这只龙虾有多大。这只应该有两公斤了，我感觉。啊，这只，有脸都大，这只大。我怎么感觉把我的这个漆是破了呢？在漏气。这是我的手，我感觉在漏气。这够大啊。OK。是在漏气吧？这个大。这可能是被刺破了。Fuck。你的盘子呢？哎。它这个太差了。弄好了之后就是。我只能说它这个是渔船，没有。这个龙虾。还有沙拉 cheese， 这个是船东他们准备的。哎呀，都累了，我们还自己做的。哎，没有放盐哦，自己放吧。哎呀，今天是我们的第三站啊，前面第一站是钓鱼，第二站是那个渔猎。你的手表在这里啊。然后这里就是阿布罗霍斯群岛更接近了，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离居民岛很近了。对，居民岛上面还有居民，都有个小机场。居民岛在左边。啊。不是土著的，就是住在这里的渔民。渔民。这里是整个澳大利亚的龙虾的。所以有个机场嘛，以前还有一个旅行的行程，就是坐飞机坐在这上面。现在还有吗？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以前就有嘛。嗯。所以它是不能吃过的。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司，我们飞粉红湖那公司，他就要飞嘛，这里，他就是玩一天的行程。这个远处哈就是，远处就是岛，不过这个没放大，看不见。他们那个又下去抓龙虾去了。很重要，没有杆可以，没有不能没有手电筒。他们在收杆。这一站完了就回去了，这里开船回去还是得快两个小时了，挺远的。回杰拉尔顿了，今天早上是6点钟出发，然后现在回来的时间大概是5点钟左右，中间坐船的话都得坐两个小时，这个距离有点遥远。然后这一次追鲸的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今天再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就回珀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麻烦帮我点个赞、留言、转发、一键三连。如果有澳洲移民留学的问题，记得私信我啊！拜拜拜拜。